人係會得到保護，亦都係市民感受。我同樣係想問咧，係即係我哋在呢個聽兩方面意見，即係同反對意見，所以問兩位朋友。第一位朋友係鄭國基先生，剛才提到咧，都係有所謂付出代價問題。你要見到咧，就話對呢個支持與唔支持咧係同語文同。Yeah.